因为我要开始了、哦，各位老师，大家午安，新年快乐。呃，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场次哈、哦，各位老师就放轻松哈，还有什么任何问题就直接开麦直接问好不好,好？我们不是上课啦，因为没有终点费，所以就是聊天哈、哦。那个。 现场有没有广达的处长没有来嘛？好，那有没有老师要要讲什么话的？祝贺大家新年好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哦。好，那嗯。呃 那个各位老师，呃，讯息列要打开哈、哦，因为我有把那个今天会呃收集大家意见的 b 报已经放上去了，连接在上面哈、哦。那麻烦各位先点进去，呃，我把画面分享一下。 好，那那个这个部分哈、哦，麻烦各位在开始之前，哎，先帮我们贴一下标签了哈、哦。就是你，你到目前为止，你觉得现在的科技教育是什么样的一个科技教育，或者你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或者你现在觉得你，哎，现在的课纲教你怎么教，你觉得如何怎样哈，或者你上课现在是怎么教的？ 都可以，请各位把你的想法用标签，哦，稍微贴一下。那可以的话，把那个名字也写上去，哈、哦。大家都是熟人哈。我、哦、看到很多大部分都是熟悉的，不要客气了，哈、哦。好，那呃，各位就一边写，哈、哦，我们就一边来来开始聊天了，哈、哦。好，先讲那个前面，呃，为什么会有这一团，哈、哦？ 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呃，啊，其实这一团很简单的哈，今天诶，现场有没有有广达的的同仁们在吗？啊，如大概都还在放年假哈，好，那诶，其实这一团哈，当初是因为，呃，就是那个诶，我记得好像是台南的简正义老师哈。 好，辅、哦、导员他哎、呃，分享给我这个资讯啊，他说广达呃由于由于疫哈啊、呃、不是不是不是哎、呃、那个广达这边呢哈，他有一个专案哈、啊，然后他会提供一些硬体啊、呃，提供 Arduino 的套件的硬体，然后给想要学习的老师跟小朋友，然后每个人一套了哈，那所以。 呃，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呃稍微了解了一下。那本来我们花莲县的 Arduino 的套件是很充足，所以我就没有要继续接触哈、哦。可是后来那个有又不小心看到他们的相关的讯息了哈、哦，然后我发现他们这一套、欸、这一套东西哈、哦，事实上诶、欸、品质还蛮不错的哈、哦，然后也提供一些。 呃，教教育训练，好，那因为各县市好像还是，哎、欸，除了我们花莲以外了哈，各县市其他的好像很多老师也没有应。体。那我想我们科技老师都这么辛苦了，那可是教育部又没有给予适适合的设备哈，没有给予适合的这个材料，所以我想说，哎、欸，那就反正。 既然企业这么好心想要提供，那我们就来稍微了解一下哈，就来稍微了解一下。那我本身对于那个，我对教学上面是比较有洁癖的了哈。OK，好，我本身是比较有洁癖的哈，就是那个，呃，我们推广推广是推广科学教育、科技教育是很好的哈。 那所以，呃，好，谢谢那个吕老吕老大帮我修正一下哈。好，那个，呃，就是我比较喜欢去推广，呃，比较算算公益型的哈，或者是说没有比较没有商业利益型的的这一种。 不管是软体或是硬体，啊，然后能够结合教育的概念，哈，那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呃，就我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自路行销这一件事了，哈，除非你是做教育，那所以我在挑选那个软硬体的时候，我们会尽量挑选那个它是公益的。 或者是它是这个西西授权这一类的东西去做推广，因为这样的东西对老师们来讲比较没有负担，哈，而且呃，就算要买的话，价格也比较合理一点。那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哈，那又发现那个广达这边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内容，哈，而且他们也非常乐意，提供给老师，哈，而且他的硬体是免费的，哈，只是不知道他每一年有多少的扣打。 然后他的合作方式是怎样？那跟跟之前的呃其他的一些基金会来比较的话，哈，我是觉得，嗯，就是最近啊，哈，最近这这项联发科啦、广达这边，他们感觉上比较不像是为了呃，就是纯粹放烟火哈，比较想真正的投入教育哈。 那所以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些关于教育的一些想法啊，而不是那个硬体发一发就算了哈。那所以既然诶、呃、理念有有相同的话，我觉得就就可以帮他们做一些推广哈。那所以基于这样的理念，当初就直接呃透过那个郑义老师的引荐哈，就去认识了广达的赖处长。那 呃，稍微聊了一下了哈，那处长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哈。那我这边想法是说，呃，既然要推，那与其呃给那个不知道怎么推的老师，然后设备发下去，呃，乱推一通，或者是说，哎、呃，不知道怎么进入，那不如呢，先给呃比较有想法、有概念，或者比较有这个各位老师比较。 有想要推的，或者是说比较有能力，啊，或者是说比较有想法，或是比较有毅力、有那个积极性的这些老师，好，我觉得先让他们接触。那这些比较有热情的老师，当然在各县市会比较容易去扩散啊，所以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才跟处长提这这个案子。那一开始本来想说，哎、欸，三十个应该够了哈，结果。 那个处长的意思是说，哎、欸，五十个应该也没问题了哈。啊，结果后来就就变成六六十几个哈。那不过处长都很很高兴的答应了哈。所以，呃，今天在这一团里面的所有的老师都会有都有一套那个 Qno 的硬体哈。好，那硬体是其次了哈。硬体是其次，那我其实我要做的就是呃。 各位既然已经都进来这个社群了哈，那所以各位跟广达等于说算是都接上线了哈，所以未来不晓得广达今年要怎么走，但是各位一定会有第一手的资讯啊，所以将来如果广达他们有想要扩大推广好，或者想要开放申请的话，各位应该都可以就可以直接优先申请哈。 那这个部分就是广达这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共识。那所以各位在我们那个赖的社群里面，可以尽量的交流，啊，尽量提供他们一些修正的建议等等，哈。啊，因为他们其实也基金会都不缺钱，哈，但是我觉得与其他们给设备放放烟火，还不如帮我们做做真正的教育了，哈。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呃，现在科技领域在呃，就是新的领域了哈，课纲里面新的领域，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中间推广的过程有有蛮多小小的状况，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哈、哦，所以顺便丢个议题哈、哦，呃，看看大家想的是不是跟我想的差不多，或是说，哎、呃，刺激一下各位的想法，能够有一些不同方向的思考哈。哦 然后，呃，在课纲里面哈、哦，它的那个科技领域最终的核心是这两个东西哈、哦，这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哈、哦，还有还有其他的几个关键字啦哈，就是啊、呃、创造力啊素养化啦哈，后设自主自学啊哈，这这些都是新课纲的关键字。但是我们好像自己在教学的时候比较少会去想到这个终极的核心，然后。 想要去调整课，到底要怎么上才会上到那个课纲所想要的那个终极核心的部分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待会可以会跟各位有一点小交流了哈、哦。那最后就是感谢、呃，感谢各位老师好、哦，能够我们科技老师都是这样哈、哦，尤其各位啊哈，就是只要有新的东西就想要接触，都想要去了解哈、哦。 看看能不能对那个科技领域有所帮助。好，那基于基于这样了哈，所以我想广达这边或者是我们这一团的里面，其实很多高手老师在里面哈。那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很乐意的跟大家交流，所以呃，不管里面是新手老师或是很厉害的高手老师哈，呃，在社传社群里面都。 应该都会很很高兴的，呃，跟各位分享他的想法、概念啊，或者是教学的方式。那有疑难杂症，也欢迎各位在里面提出哈、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社团应该是全国的，哎，全国级的了哈。啊，哎，全国级的那个，全台湾级的那个机电整合的一个教学的，哎，也算是共备社团了哈、啊。随便怎么讲都好。 啊，这个没有 KPI 压力的哈，因为也没有任何经费跟跟其他的政府的那个，这也不是县的政策，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业绩压力，所以大家就是在里面呃高兴快乐的交流就好。好，那今天的内容哈，主要就是我会讲一下呃，主要是我我的部分的学习跟那个呃教学跟推广的一些简单的分享哈。 那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在学校教学推广的时候能够呃有帮助了哈。所以最前面我们还是会讲一下那个在技术的部分，啊，技术的部分像学这一类的机电整合的东西有哪些是共通的的、呃、东西。那共通的东西，如果你搞清楚了以后，不管是新的哈、啊，什么 ESP 三二啦、Hello Core 啦、Microbit 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的硬体。 我想你应该都可以很容易的进入状况，好，所以学新的东西会很快哈。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再进一步再跟各位讨论一下那个，我们平常在教学的时候，什么呃都是会教呃通用共通的原理会先讲，好，会先讲，然后把那个共通原理讲清楚，学生就可以这个一通百通哈，就是。 就是可以，呃，按照那个原理去扩展哈、哦，然后课程实施的方各种方式啊、哦，然后再接下来我们会稍微聊一下课纲的核心，好、哦，怎么样可以把，呃，你平常的课哈、哦，就是你我们一般纯教技术的课，那后面要稍微怎么调整，可以调整到那个又可以学到核心的素养哈、哦，又可以去呃让学生在生活上是非常有用的。 不会只限于这个以后要要教诶、哎、要走资讯这方面的学生哈、哦、好，然后最后就是请各位再提供一些呃建议修正啊，或是提供给我个人意见，或是给基金会意见哈、哦、好，那或者是大家有一些互相的提醒都可以哈都可以，那这是今天今天主要的内容的部分，诶、哎、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要另外。 呃，询问什么或补充什么？好，那后面进来的老师们，我在那个讯息列上面哈，讯息列上面有提供一个连接哈，那请各位呃利用时间，在开始之前把这个你觉得现在的科技教育，或者是你的上课，或者是呃现在的课纲。 所给的科技教育，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上课可能是怎么教的？你可以先写一下哈、哦。好，请各位就贴个标签。那我们一分钟之后就正式开始今天的交流哈、哦。好，今天看到很多熟悉的老师哈、哦，各位新年快乐哈、哦。 好，那各位一边在填那个标那个填表哈，那一边我我问一下哈，今天进来的老师们有没有是完全新手的？如果有的话，可以在那个讯息列上面加一吗？哦，应该没有了哈。 没有很好，那我们就可以尽情的交流啊。如果有如果有新完全新手的话，我们就会可能前面要讲一点点很基础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开始喽。然后各位不要客气哈，任何疑难杂症或者听不懂我在我在讲什么哈。 啊，或者觉得我讲错了啊，你就开麦直接跟我跟我讲好不好？跟大家讨论一下啊。我们大家都是哎、欸，互相互相的了哈，平等的。这里面高手不会比我少。<laughs> 好，那就请容小弟来分享一下哈。好，我们现在其实呃，各位蛮困扰，就是那个硬体一直一直出来新的了哈。 那所以很多老师会一直在追硬体，那追最刚开始学 Arduino，然后学完之后呢，诶，又出现呃 m i c h a e l b e a t 然后又出现呃 Linkit 七六九七，7 7, 然后又出现什么 Hello Core，然后又出现 ESP 三二，然后就一直在那个苦苦的追赶，哈，苦苦的追赶，然后软体也是一直出新的哈，哎，一开一开始是这个 Transformer，然后后来。 又有其他的啊 m i c h a e l b i t 后来 B Designer 或 M Block 等等等哈、哦，所以就会变成说，大家就一直在想说，哎、欸，后来的东西越来越好，好、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每一年去换新的？有新的我就追，有新的我就追哈、哦，那这样会有其实有蛮大的困扰了哈，因为教育部现在很穷啊、哦，所以他不可能。 一直买新的东西给你哈，甚至我们连第一次的建制都是自己自己来，对不对？好，那所以在经费的压力之下，各位应该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去一直去追新的硬体了哈。除非呃，我知道很多老师像玉豪这种，很多老师他自己掏腰包哈，哎、欸，那可能是需要家财万贯才有办法啊。我们我们是一直没有办法哈。 所以，我们就会在有限资源里面去做最大的应用啊、哦，通常都是这样。那所以，呃，我们其实我会建议各位，就是挑一种硬体，挑合适你你那个国中小你适合的那个硬体，哈、哦，就交用那个来教就可以了，哈、哦。那我们会在，因为你把一个东西教通了之后，它去呃进阶到新的硬体的话，其实就。 就是些为呃概念的转换而已哈、哦，那原则是都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在玩这种开放式硬体的时候，其实我会先去了解一下它的规格哈、哦。那像 Arduino 的话，它的它的呃，我们去看规格的时候，有几个是我特别会注意的东西哈、哦。所以包括你你买了新的硬体，都会先看这些东西。比如说 Arduino 的电力供应规格，它是 它的那个它是接 USB，然后 USB 的那个一点呃二点零的输出的那个 p o l 的电力的能力是五百毫安培，那所以你接在那个 Arduino 上面的设备，好、哦，它的耗电量是不可能超过五百毫安培，啊，超过五百毫安培它会直接断电，哈、哦、，USB 会直接跳电。那 Arduino 的规格来讲，它的晶片所能提供的是两百毫安培。 那所以换句话说，你那个 USB 出来的五百 m 安、ah、培里面，可能只有 Arduino 它本身，它后面带的，它呃带的硬体或感测器，它可能最多吃到两百 m 安、ah、培。那所以我们常常会，我们有时候去评审啊，那个很多学生他会接一堆感测器在上面，然后接在上面之后就哎、欸、不稳定，哎刚刚明明可以啊，然后又就开始。 要评审的时候就全部都不稳定哈、哦，好，那这个大概就是它的用电超过负荷的关系，然后让它让那个 Arduino 一直重开机哈、哦。那所以你就要了解说，哦，原来我的 Arduino 总耗电，从 Arduino 这边接出去的，呃，就是两百毫安培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接一个马达，它是要耗两百毫安毫安培的，那个马达在一送电的时候，你的 Arduino 就跳掉了。 好，或者它在全力运作的时候，那呃，如果它就是静态摩擦克服之后，它全力运作可能需要这个一百二十 a 安培，那你接两个，它可能就会一直荡。它如果同时启动，就会一直荡。好，或者是说你接一个 L C D，那 L C D 的用电量可能要量一下哈，应该也不会少于五十 mm 安培哈。那所以这样子哈布隆咚接了一些东西上去，你就会发现哎。欸 很不稳定，很挫折，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可能对那个电电力的部分不太了解哈、哦，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它的能耐，好、哦，所以这是我在拿到任何呃不管是什么板子后，哦、都会先去看一下它的电力的供应的部分，好、哦，还有它的输出接角的部输出入接角的部分。那呃，我们今天拿到这个 Qno 它的。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 Arduino 的 Uno，好，所以你用 Arduino 的 Uno 的规格去看，其实就一清二楚哈，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好，那所以它的那个输出入的接角总共有二十只啦。好，那二十只里面十四只是数位，呃数数位输出的输出入的接角，然后另外六只是那个类比输出入的接角哈。那所以这是。 二十支的接脚里面呢，其实它呃能够控制功率输出的有六支哈，三五六九十十一啊，所以你用 Arduino，你用那个 Qno，嘿，都是一样的内容哈、哦。然后他们每一支提供的讯号的供电能力是二十 m 安培。那呃，我们在国中小学这个感测器学控制元件的时候，我们都很习惯用。 讯号的输出直接去控制那个东西的动作，事实上在电子业界这样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可是，呃，我们只是要学那个那个控制程式跟控制的过程，所以你其实对电的理解哈，你不需要到那么严谨哈。所以我们一样是用这二十毫安培的能耐去控制你的元件。 但是唯一你要注意的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电流量来讲，其实它是很小。那很小的话，像你推那个灯条，好，推灯条。那灯条有各种，有单色的，有 R G B 的，有二八一二的。那它的控制方式也都不一样。那如果你是直接驱动，用用这一个输出来直接亮灯的的那一种的话，好，或者直接驱动那个马达的话。 那你的二十安培可能就会不够用，好，那所以你就要另外呃用模组啊、哦，用用那个跟电源有关电控模组去做输出，或者用继电器，或者用那个电晶体模组去做输出哈、哦，那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了哈、哦。好，那这个部分跟电有关系哈、哦。好，然后在那个呃。 类比输入的跟数位输入的部分，哈，它十四支的数位的输入，它是可以量数位讯号，那就是零伏或者五伏特，啊、哦，那其实就是零到五伏特中间都可以量，只是说它可能在二点五伏特它就跳高电位，然后二点伏特以下就跳低电位。那类比呢，就是 A 零到 A 五嘛，哈，就是呃零到五伏特都可以量。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呃要做要要量的东西，它没有感测器，或者是你现场你要做的那个东西感测器可能呃不适合，那你就要想办法把你那个装置把它弄成一个输出可以是零伏到五伏特的一个范围内，那 Arduino 就可以去做测量。那换句话说，那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你的感测器。 那所以这是一个呃技巧了、啊、哈，一个技巧就是你知道它的它到底是测量什么，那你只要把你要想要测量的东西，把它变成这种讯号的方式，那事实上你就可以拿它来当做感测器哈、哦。好，那所以呃，当你不够用的时候呢，你可以用用其他的方式去做处理，比如说你今天我如果。 要接呃十八个 channel 的放烟火的装置，那它只要放烟火，只要数位输出就可以。那所以你你的十四个数位输出不够用，那你可以再从这个六个类比 A 零到 A 五那边，其实也可以当类比的、呃、数位的输出。那所以你可以从那个 D 十四哦到十四、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啊去当做数位的输出，它也是可以用的。好，那或者是说。 我今天要量的那个，我的模组可能买来是类比的，可是我想量的是数位的，那你就把它接到那个类比输入那边，哦，只要高于二点五，它进来都是 high，那低于二点五进来都是 low，哦，这样也可以量，或者是说你把它直接接在类比那呃输入那边，然后你用那个乘式的方式，啊、哦，乘式的方式，它大于五一二就算呃。 算那个高电位，哦，小于五一二就算低电位，这样也可以哈。所以这个部分是你了解，你了解到它的呃规格，了解到它的核心之后，其实你就可以自由的去运用跟变化，甚至产生出新的创意，或者在呃像马盖先一样哈、哦，那个诶你需要一个东西当电线的时候，就口香糖的那个包装纸、铝箔纸拿来卷一卷就可以变成电线。 啊、哦，所以就是你要了解它的呃真正的内容核心，你就可以去适度的去变化去运用。啊、哦，所以我们都会先了解到通用的规格哈、哦。那所以今天各位拿到的手上的那个 Qno 其实就是跟这个一样的规格。啊、哦，所以你看它上面的那些布局安排。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Qno 的布局安排。 他直接把它锁在扩充板上面，哈，他做自己做了一个扩充板，那下面其实就是 Uno 了，哈，所以你看它的那个接角 A 零到 A 五数位输，呃，类比输入是没有动的，哈，它直接延伸上来，然后那个数位接角零到十三，哈，D 零到 D 十三，那个零跟一它放在这边，好，那三四在哪里？哈，你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元件了，哈。 它已经有内建一些感测器在上面，那所以，啊、呃，如果你去仔细的去看一下它上面哈、哦，它做的还不错哈、哦，上面感测器上面都有做标示哈、哦。那所以你去找一下呢，你就会发现它上面会跟你讲说，诶，这个 switch 这个按钮上面写已经跟你写 D 四了，所以 D 四就被它用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按钮呢 D 二就被它用掉，所以二跟四在这边，好、哦，然后那个。 bus 就是那个蜂鸣器啊，蜂鸣器就用了 D 三啊，所以这个是蜂鸣器。然后呢，这边九十十一就是用了用了那个 R G B 的 L E D 灯，所以它内建的感测器在上面之后呢，剩下的街角它就帮你放在放在这边了。哦，五六七八十呃十二十三哈，好，那所以它挑掉剩下的街角，就是你剩下可以扩充使用的街角。 好，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哈，啊，其实就是看各位的取舍了，哈，呃，它是为了教学的便利性，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外接感测器，你至少都可以玩一下有，有输入，哦，有输出，啊，有输入输出可以玩，然后可以做数位，啊、呃，这个可以做数位类，数位的输入。 然后这边可以做那个呃，弹氏库的输出，然后这边是做数位跟类比的输出啊。它其实如果更好，如果要玩到全面的话，它可以再加一个类比的输入感测器，直接放都在里面啊，这样子就会比较全面，会把可以把全面的概念都教完这样。好，那所以扩充的部分呢，就会剩下部分就会把它放在这边。那各位做专案的时候，可以另外在外接哈。啊 那所以这样的方式当然有好有坏了哈、哦，呃习习惯那个简单处理课程的他觉得这样就好。那像我们喜欢呃多元的方式啊、哦，就是我我想要什么感测器，我才把什么感测器接上去哦，比较那个 make 型的哈、哦，他就会希望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自由掌控啊，那是一种感觉 <laughs>。 啊，就看好坏了哈，没有没有什么好坏的分别，各位就取自己合用的。那当然，现在就是，呃、哎，教育部没钱的状况下，免费的当然是最好哈。啊，有什么我就用什么哈。好，那啊，所以这这一块板子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方式。那当然有更，呃，更简单的，就是他把这些扩充的接角，他都做成那个端子台啊，端子的接线那种白色那种。 小坐哈、哦，他直接啊、呃、防呆哦，直接防呆那也可以。那这种有颜色的杜邦线头的，它可以顺便学到一些电子的相关的、呃、常用的概念知识也不错。好、哦，所以就看你的需求哈、哦，我们就没有一定要怎样啊。其实就看你自己的想法哈、哦。那通常啊、呃，对电比较不了解的老师就比较喜欢用那个什么都帮他做好，又有防呆。 呃，装置这样哈，那那个比较对电比较有概念的老师，就会比较希望说，哎、欸，我希望全部都是开放的、自由的。好，好，那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就是看各位的需求哈。好，那么接下来哈，啊，所以这是我们拿到的硬体是这样哈。那所以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当然最理想的状况哈。 就是假设我今天要上一个什么样的课，我会用设计思考去引导学生哦，我可能有哪些方式是可以呃处理问题的，然后再根据那个每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去选去想我要呃执行的方案怎么样可以解决那个问题哦，然后。 但是你在最后第三、最后面那个阶段，在选择实做的时候，你就会有需要要做现实的妥协啊，就是说，我我们因为受限于经费的状况，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啊 c、呃、n o 或者只能选择 Arduino。好、啊，那这个部分是要跟学生，我觉得要跟学生做说明啊，因为选择这一件事。 选择这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一定要教给学生的，因为外面的东西软体硬体太多。那如果你不跟学生讲说世界很宽广，啊，你一定要跟学学生先讲说世界很宽广，有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很多，还有更多老师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你们大概要先去了解一下啊，会有哪些东西。那根据那些东西的一个优点缺点。 然后根据你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的呃软硬体，你去做一个选择啊、哦。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选择最合适的啊、哦。但是呢，如果不行，我们就基于现实的妥协，我们就只有这个硬体，所以我们就只有只能用这个硬体来做。啊、哦，那虽然现实的状况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要跟学生做说明啊、哦，他才会知道说，哎，世界是很宽广。 所以将来未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去找任何可能解决的所有的方式或或选项，然后再去选择他需要的。那如果说那个最佳选项，诶，他的现金或者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去使用，他可能就会退而求其次选择 B 选项。然后选择 B 选项呢，相对应的，当然你就可能哪里要多付出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 但是这一件事情，我会希望说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是一定要讲。好，好，那如果你要有能力做这样的选择，当然你就要先去了解一下，诶，各种新出的软体啊、哦，新出的硬体，你大概要摸一下啦。啊，就是比较可以知道说，哦，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那什么状况可以用它会比较有优势，什么状况一定得需求它。 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那个，身为科技老师的宿命哈，就是有新东西来，就一定要摸一下，稍微了解一下哈。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了解硬体的时候会，会会先做这样的一个呃，自己不管是自己的学习，还是学生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的一个提示哈。好，那关于这一点，有没有老师要呃有其他的想法？ 各位不要客气哦，因为我讲话也是要休息嘛 <laughs>，要喝个水。好，那再来哈，再来就是呃软体的部分哈。那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硬体，那这个硬体可以用的软体，我们就得要稍微知道嘛哈。那像呃。 因为 Arduino 它发展的是最久的哈，而且它的呃教材，不管是书籍还是教材教具啊，甚至是软体，都是呃最多的、最多样化的。那所以呢，呃，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依我们的课程或者制作的需求来选用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棵那个嗯圣诞树，要放在外面，那我就不可能再放一个电脑。 旁边跟它连线，对不对？啊，那电脑也放在外面，那可能隔天就不见了哈。那所以你就变成需要烧录。那需要烧录的话，我们国中小在还没有学学文字语言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会选用 Blockly。好，它或者是说，它如果说它的那个啊输、呃、出控制是很简单的，我只是要控制 LED 怎么闪而已，那我用 M Block，它、er, 是 Switch 的积木，啊，它一样可以做烧录。 那我就直接选它就好了。好，所以它其实是要根据你的课程需求跟制作需求去选用的。好，所以回到刚刚科技老师的宿命，就是各种软体出来的时候，各位老师不要去讨厌它，就稍微听一下，稍微了解一下，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知道它的专长啊，知道它的特色，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等你要用的时候，真正要用再去研究它，哈、哦，时间有限嘛，哈，人生有限哈，我要留时间泡咖啡啊，哈，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能把你的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上面，好，好，那所以呢，当我们去了解到各种呃软体之后，像现在要玩 Arduino 的软体，也不是只有 q u n o 这一套而已，哈、哦，那跟 Scratch 很像的，哈、哦，有。 有 B design，e r 有 Transformer，有 W F Dino，有 O S E P 啊，这个都是用 s r i t c h 去呃 s r i t c h 的这一种类的很直觉的积木，所以这一种类的东西国中小很容易使用啊。那如果如果你觉得国中需要再进阶一点啊，需要再进阶一点，那你就可以挑那个语法比较难的 Blockly 的积木，那它一样是积木啊，那但是还不用学到文字型语言啊。 所以，拿它来做一个呃比较进阶的一个学习哈、哦，可能对你也比较合适，对国中来讲也比较合适一点。而、啊、等你觉得哎不够用了，学生要用的积木，啊、哦，他发现他要做一个专题，然后哎这个这个要用的感测器或者元件，那个所有的 b r o c k l y 的积木里面没有，好、哦、没有那个积木，那你就只好怎样？ 在有需求的状况下，自己开始研究文字语言，啊，那基于自己想要去研究的这个动力就会比较强烈一点，啊，就比较容易去学习哈。然后，因为你有了前面的这个积木城市的基础，所以进入也会比较快一点哈。好，那所以我们就大概要了解说。 呃，基于呃老老师的部分大概就要知道说，哎、欸，我如果是国小，哎、欸，我最简单就是贵曲，所以我尽量挑那个看起来像是贵曲的。第一个语法直觉，第二个操作起来 <coughs> 就很简单，所以我就不用把我的时间浪费在教他们那个很难的工具上面啊。我应该把时间浪费花费在呃怎么样让他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怎么样让他去解决那个问题的一些想法、方法的引导上面，那个是呃，应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哈、哦。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各位老师你会发现，呃，应该是我我最近都在讲的这个这个部分，就是呃，各位你教的学生，我们国中小嘛哈，国中小都是就是通识嘛哈。 啊，国中小是国民教育，那国民教育的话，你的学生将来要培养的其实是生活的能力。啊，那到高中以上呢，它是呃那个学术型或者是职业性向的，啊，那种那种教育，它才是比较深入的啊，职业导向啊或者是学术导向的。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国中小教的东西，如果你教的过分技术的话， 好、哦，如果你教的过分技术的话，那就算就算你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你的你那一班的所有三十位小朋友，每一个都非常喜欢你的教学，而且每一个都学的很好。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学生毕业之后，将来上上，即使是上大学哦，上大学毕业之后，他投入到工作的时候，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哈。 那个毕业之后投入资讯业的只有百分之六，哦，就是他的工作里面会接触到城市的最多最多最多只有百分之六，那也就是说三十个里面不会超过两个，哦，城市是未来对他直接有用的，好吧？那所以根据刚刚的一个现实的观察、哦， 这是这是很真实的资讯，各位可以到劳劳动部的网站去查一下。那你所以有会有人会跟你说，哎，为什么我我一定要学城市，你们上课都在教城市，国小、国中、高中也有啊、哦，大学还是通识必修。可是如果你教的都是技术型的内容，都是教他怎么写城市，可他毕业之后只有只有那百分之六的人有用，那另外百分之六的人没用。 他就会觉得是浪费时间，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的课题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在国中小的课程里面，去在教程式的同时，怎么样引导到在教程式的过程中，让他学到运算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他学到设计思考，啊，去呃思考一个问题，去探索一个问题，然后。 引发他多元创意的一个方法，我们其实要教的应该是那个东西，啊，所以如果你经由教技术，让他学会这个东西，甚至学会那个把这些能力用在生活上，啊，创造力用在生活上，那这些学生将来出社会，他不管是哪一个领域，他都用得到的哦，也就是说是百分之百都受用的。 那所以，我们新的课题就变成说，你要怎么在教这个科技的这些软硬体的的，或者甚至写程式的内容里面，你要怎么去安排那些东西？哈，好,好，那这个我等一下后后面一点会提到哈。好,好，所以，呃，为什么国中小跟大跟高中大学的教育的那个核心，其实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会奉劝各位啊，哈，嗯，这边。 我会奉劝各位，呃，如果你是国中小，尤其是国小，你不要太 focus 在技术，啊，你不要太 focus 在技术，哈、啊。那这待会再来说明，哈、啊。好，那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上课的内容，呃，在针对技术的部分，哈、啊，针对技术的部分，我会重点就是说，我会告诉学生说，你有很多选择。 啊，甚至我比如说，我们教那个感测器，对不对？我如如果今天要侦测距离，那侦测距离能够测距离的感测器也不会只有超音波一种，啊，那甚至超音波也有各各式各样的超音波。那除了超音波之外，会有红外线，甚至有别的东西，啊，你也可以侦测声音来测远近，对不对？好，所以各式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去测量，但是。 你要依据你的环境、你的需求不同，啊，甚至是要去变通你的那个那个选项或选择，啊，所以你会有很多选择。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一定有它的原因，啊，它的适用性等等，啊。那所以各位的，呃，如果各位可以听得进去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我们就是平常。 从目前呢，哈，百分之九十的老师都是教技术，啊，那就希望各位可以慢慢的在教技术的同时，把那个运算思维、设计思考，哦，这些东西把它变成素养的能力，把它放进课程里面去，顺便把它带出来，啊，然后能够有这些能力之后，就可以去发展他的创造力，啊，跟那个观察能力，啊，设计思考等等。 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未来要势必要做的一个转变了哈。那其实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科技领域才有可能会成功啊。如果你还是一直停留在技术教学的部分的话，我会觉得呃很很难哈、哦。这个台湾的教育可能会有点有点失败这样。好，那还有就是。 很很重要，这是跨领域的部分哦。就是我们在教这个呃教学的过程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引导他，能够自己察觉自己的学习，然后能够把那个方法提炼出来，然后怎么样可以去快速运用。好、哦，这是一个通用技能哦，不限在科技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在现在的教法里面已经有含入这样的东西哈、哦。 那呃，我们等下有空再跟各位做分享好，那所以呃，在技术的部分，我们会做这样的处理了哈。好，那接下来会进入到那个呃实际的、实际的范例哈，实际的范例。好，那不晓得在目前为止有没有各位老师有任何疑问，或者哪里觉得。 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因为我假设各位都是手手。好，好，那那我就继续喽。好，那么在技术的教学里面哈，我们刚刚有讲到，呃，如果我先讲一下那个金字塔。 这金字塔哈、呃，呃，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哈。这我把那个科技领域哈，我我用创客领域来，因为我觉得那个层次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这个是可以套用的哈。就是我把那个教学科技领域的教学里面分成五个层次。 那第一个是概念单一概念工具啊，第二个是概念工具的应概念或工具的应用啊，就是单一概念的应用或单一工具的应用。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是那个主题型课程啊，第四个是校本课程，然后第五个是设计思考课程啊，这五个是不同的层次。那什么叫单一概念？哈，就是说我教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概念，比如说数位输入。 啊，这就是单一概念。啊，如呃，那什么叫概念应用课程？就是我刚刚如果教完了那一个数位输入课程之后，那我用这个数位输入课程来做一个简单的应用。啊，这个叫做用那个概念来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的应用课程。那什么叫小主题？就是你前面可能学了几个概念之后，几个应玩了几个应用之后。 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型的主题啊，这个叫小主题哈。那或者各位呃要用 PPL 去解释也 OK 了哈。好，那再来呢，如果你的课程上升到校本的层次，就是如果学校想要做的比较好一点，那当然就是要跟校本做结合哈。所以我们就会把校本的需求诶讨论好之后，我们就会去切哈那个。 七年级要资科要上到什么，生科要上什么，八年级上什么，九年级上什么，然后最后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那个叫校本课程哈。然后再来呢，最高级的是设计思考课程哈，因为它是学生导向，前面这个都是都几乎都是老师导向哈，后面这个是真正学生导向啊，所以老师的层次要比较高一点，要能够很会引导哈。好，所以我把它分成这五种层次。 那所以，如果你的课程是属于正课，如果你是属于正课哦，就是你每次每每个礼拜都要上的那种电脑课、资讯课、生科、资科，那我会建议你这样上：一二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一二三啊，这样类似这样上。好，然后上完之后，去达到你那个那个年级的的那个小目标啊，然后那个整。 整个学年上下来达成那个学年的目标，然后最后，呃呃，比如说国中三年就达成你的校本的目标，哦，这样子往上去跑，哦，往上去跑。那如果你是短期课程，比如说那个社团呐、啊，或是那个短期的研习啦、啊，或者寒暑假研习营呐、啊，那我会建议你是三二一啊，三就是直接设计一个小主题。 大家做那个小主题，就跟那个自然科教学一样，把这个小主题把这个实验玩完,完之后呢，再来拆解它的概念跟啊拆解它的概念啊，所以你把这个小主题做，大家跟着一起做，做完之后再来分项拆解，去了解它里面是什么概念，怎么用的啊？去去，所以这是外功，然后到内功。那刚刚那个是内功到外功，啊，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方式哈。啊 好，那如果你的学生其实都有呃都上过，都有基本工具的概念跟跟那个也做过小主题的，那其实你老师如果真的有心的话，会建议你可以把那个设计思考部分让他跑一下流程，啊，让学生知道一下什么叫设计思考那个流程，好、啊，让他有这个概念，那他未来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会有方法，好、啊。 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那个五层次的呃金字塔。好，那所以我在呃，如果是技术呃，就是那个内功型的哈，就是啊、呃，你的课是那种电脑课之类的这一种课哈，我就比较会我在教的时候，我会先把通用的东西先教啊，也就是说，嗯、呃，各位去书局买书的时候啊。 你随便买一本 Arduino 的书啊，其他或者什么单晶片的书都可以了哈。呃、嗯，机电整合书都可以，你会发现他们里面一打开呢，就每一个感测器就讲一遍，每一个感测器都讲一遍，对不对？啊，接角，然后程式控制怎么，他就全部都讲一遍。然后可是啊，这种教法哈，就会变成说学生一定要跟着你。 那如果你没有给他资料，或者学生没有学到，他就不会啊。所以我们在教了很多年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哈、啊，很多感测器它的原理是相通的。那所以你只要把相通的感测器抓出来，归成同一类，那你在讲那个概念的时候，你就教这一类的概念啊。概念是相都是一样，比如说数位的输入那个按钮。 好、哦，然后那个滚珠啊、水银开关，或是极限开关，这些都是属于数位的输入嘛。而、啊、它的用法、它的接线的方法、它的程式的写法都是一样的。那你就把这些通通抓出来，一次一起教。好、啊，那教完这个概念，然后把它的各种程式应用，哎、欸，教完之后呢，然后你。 接下来要跟他讲，就是说，哎、欸，这些都是同样概念的东西，都叫数位输入。那你，呃，你要用哪一种，就必须是依照我们的情境需求，啊、哦，才去选用。比如说，啊，比如说男生去上厕所，啊，那个会自动冲水嘛，啊、哦，那就是自动冲水的话，他一定希望你不要用手去按按钮，会接触会脏嘛，哈、哦。 会觉得脏，所以我们用红外线非接触型的数位开关，好，那所以它是一样是数位输入，但是它不用接触，它只要固定距离，所以你可以选红外线，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选超音波？也可以啊，好、哦，那你用按钮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比较不卫生啊，好、哦，所以那你如果是做那个，比如说做鬼屋，鬼屋那个。 经过某个地方，什么鬼会跑出来吓你？那你就要看你那个鬼屋里面，如果都不开灯，那红外线当然比较好啦。哦，那个工业型、数位型红外线，对不对？你有经过那个位置，光被遮断，它就自动启动。那是不是比你那个接触型的要好多了？哦，那但是有些情况是要摸到才算的。 啊，摸到才算的，那你就用接触型的，所以它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情境下面去选择我要的感测器。但是这一类的感测器，它的用法都一模一样，所以一模一样的东西，你是不是只要教一次就好？啊，所以你那个接线的方法、原理、原则教一次，哎、欸，以后遇到这一类的都这样接，以后遇到这一类的城市都有这几类可以用，哈，你就是依照你的不同的需求。 我就去选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类别去使用，啊，然后依照你不同的想要的效果，啊，比如说我要做附件的，那我就用那个滚珠或者水银开关，啊，贴在你的某个位置，啊之类的，啊，所以这样子呢，你只要教一个原理原则，就打死了好多感测器。那同时学生在 学新的感测器的时候，他一拿到这个感测器，如果他稍微 Google 一下或问一下人家，知道这是属于数位型的，那你后面是不是就不用再教了？人都知道啦、啊，哦，都会用啦、啊哦，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通用型的先教的一个做法，然后同时呢，我也会有一个叫做。 我会很习惯的把这个东西带给他哈，就是如果是感测器哈，我一定会讲这个流程。其实我会先先让他玩一遍哈，先把这个感测器给他玩一遍，然后完了之后我请他回忆，回忆他刚刚学习的过程。哎，我是不是先告诉你这是什么，或者你先 Google 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感测器？ 然后我们是不是接了线测试一下？它会动，它有动，它的数字有在跳啊、哦，所以正常。然后再来观察那个数字是怎么跳动的，是比较近呢数字变大，还是比较远呢数字变大？好、哦，它的规律，它的极限，最大到多少，最小到多少？把、哦、它规律是什么？你要先观察出它的。 状况之后，呃，它的那个通通则之后，你最后才去写程式使用它。所以，你让学生先了解他刚刚之前的学习的步骤，然后你把这几个关键抓出来。各位同学，所以以后呢，你在用新的感测器的时候，请你记住这四个步骤啊：先了解再测试，先观察再使用。 然后再请他念一遍哈，让他熟悉一下这个流程。然后下一次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呢，哎，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学一个新的感测器哦。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流程吗？四个步骤。哎，他如果第一次他一定记不得了嘛哈，那你就先重复送给他复诵一下。好，先了解再测试，请他复诵一下。然后第三次。 各位同学，诶，今天又讲一个新的感测器哦。流程是什么？还记得吗？你大概三四次以后，学生就会知道这个步骤：先了解再测试，先观察再使用。然后他就会觉得你很烦，他就会说：“老师，我们知道了啦，你不用讲了啦，就先了解再测试，先观察再使用嘛。”所以，一旦他觉得你很烦的之后，他就已经在他的脑袋里面建立这一个自学的后设。 后色认知的一个内容哈、哦，所以他以后拿到新的感测器，他就会知道说啊，我知道，我自己先去 Google 一下，诶，这是什么感测器？好，或者那个百度以图搜图，先看看这个同样的类型的图，诶，那个网络上写这是什么感测器，或者我直接问人啊，知道说这什么感测器之后啊，我知道先了解再测试嘛哈，我已经了解了，所以我去测一下。 所以我就按照老师之前讲的接线方式，那个 GVS 之接线的通则，G 跟 V 是电源，所以我就把电就先接好。那 S 就是讯号，所以我如果是这个输入型的感测器，那我就要接在那个呃数位输入或类比输入啊啊，所以我就根据我想要测的讯号的的模式去把它接上去，那个讯号接在哪一只脚位啊，然后看看它那个数字会不会动。 啊，如果会动，表示这个东西没问题，可以用，对不对？如果不会动，就是有问题，这个部分就要再去了解哈。好，那如果会动了之后，我就要去看它的那个值，诶，它的数字到底是怎么跑的？我在感测元件的时候，如果是声音感测器，我是越大声数字越大呢，还是越小声数字越大？好，那我大到最大声的时候，数字是多少？小到最小声的最安静的状况下？ 数字是多少？所以他先把那个能耐先找出来啊，知道他的能耐之后，他就可以去去使用它啊。所以一旦你把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流程给他之后，他也很熟悉那个那个步骤之后，其实他就已经迈入那个自自主自学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我们要教给他的一个通通用的原理的一个教学的部分。 啊，那包括那个什么叫数位，什么叫类比，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跟他在教学的阶段特别把这些东西给提炼出来，这是架构，啊，那个骨干架构的部分，啊，所以我在做一些基础教学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去做处理。那其实这样子教了，呃，教了几次下来之后，哈、啊，你会发现，哈、啊。 学生不会一直来吵你的啊，因为早期，早期我跟大家一样都是传统的教法哈，就是我今天就带这个主题，然后我就叫他们跟着我做，来，就一直跟一直跟，那一直跟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样学生哈变得很被动。 呃，很有兴趣的人呢，他会一天到晚来问你，老师，老师，我们等一下要上什么？老师，老师，我们明天上什么？烦死你！那很不想上的呢，他就是像那个赶牛一样，哈，编一下他才走一步，编一下再走一步。但是，一旦你这样开始上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学生不会问，不会一直问你了，他自己会乱拿感测器自己去试。 或者拿到新的感测器，他也不会一直叫你老师，赶快教，赶快教我怎么弄。他会自己先去研究，哦，他、啊、自己会发现新天地，然后就会自得其乐，很快乐这样哈、哦，会累积他的成就感。然后呢，再加上你如果后续有引导一些创意，呃，创造力、创意的方式，包括那个曼陀罗或或心智图，那他会用那个小小的概念去发展很多新的创意的运用。 啊、哦，所以他会觉得东西很好玩，它可以变化万千，啊、哦，所以他就不会一直依靠你，一直依赖你，啊、哦，所以这这个是我们在基础琴，呃，技术教学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了、啊、哈、哦。那当然，那个我们上课也都会想办法把这些，我们其实都有已经有具体的步骤可以教这些东西，会把这些东西带进去，啊、哦，那所以在新课纲。 呃，这个部分要要跟各位再再讲一下这个东西哈。嗯、哦，虽然各位都是科技领域老师哈、哦，总是要发牢课纲的哈、啊，因为那个上头来问的时候，来检核的时候，或者你的课纲要给人家送审的时候，你呃你的那个课程计划要送审的时候，都会跟这个有关系哈、哦。那所以呢，我们就不免。 要被这个刻缸所限制，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刻缸其实是落伍的东西。哦，前面这个部分，好，我稍微讲一下哈、哦。所以其实各位要有自己的想法、哦，啊，不要，别你不要一直，嗯、呃，你不要把自己设限了哈、哦，就是。 啊、呃，其实并不一定是那个定课刚的人最了解课刚，也不一定是传播推广课刚的辅导员最了解课刚，其实不一定哦。好，甚至不一定是科技领域的老师最了解课刚，真的不是一定的。好，跟各位讲一下那个课刚发展的的一个真相哈。 就是我们的课，各国的课纲了、啊、哈，其实都是根据，呃，因为教育的需求，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经济需求，所以才去做教育，尤其是那个，呃，公部门的教育，好，公立学校，他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学生塞进未来所需要的职业的每一个每一个萝卜的坑里面。 啊，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课纲的修订。那所以根据 O E C D 这样的一个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这一类的机构所发布的未来的人力需求之后呢，各国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个需求去定课纲。那定课纲的时候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它发布需求之后，到各国要修订，根据这个需求去修课纲之后，这中间是不是会有个时间差？对吧？因为 教授不是每天闲闲在那边去弄那个课纲，对不对？好，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时间差，然后而且会根据各国的需求啊、政治的需求去做一些修订啊，所以这本身已经有一些落差跟有一些时间需求。然后各国课纲总纲修订完之后，细部课纲修订完之后，哎、欸、呃，总纲修订完之后，是不是要定那个细则？ 哦，那细则又是另外一批教授，啊，另外一批教授跟辅导员去诠释那个总纲，啊，不是同一批哦，不是同一批。那所以这中间又经过了一些时间差，然后所以课纲的总纲当初修订的精神，跟你这个课纲细则定出来的内容又有了一些差别，这里面还包括了不同派系的斗争，啊，等等等啊，哈，好，然后。 课纲实施细则修出来之后，是不是要辅导员去做推广？那所以这些课纲定定的教授，是不是要请辅导招辅导员来跟辅导员好、哦、去做一些交流辅导，然后让辅导员知道说，哎，课纲要怎么实施？中间又出现一些时间差，那辅导员跟教授们会有一些认知差异啊、哦，这一定会存在的。好，再来，辅导员都了解了。 到各县市去推广，推广给现场的老师，你现场老师听到的跟辅导员要表达的，一定又会有一些落差，而且又有一些时间差。各位，从人才需求公布到课纲定出来要实施，这中间已经经过好几年了。各位，好几年了，所以，所以哈、哦，你会去想到一件事，哎、欸。 那我的目标，啊、哦。嗯、呃，我这样讲好了，好、哦，假设这个是 A，好、哦，这个是 B。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有一种老师哈、哦，上课都教 A，把你教会 A，啊、哦，然后考试呢都考 B，然后你就成绩很不好，你就很不爽。 都考那个我不会，啊，你上课都讲讲的重点都没有考，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恨這种老师？各位，我们的教育就是这种状况啊！啊，你明明总纲希望的学生是希望学生要会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会设计思考那个创造力，要能够发展那个创造力，然后学的东西要变成能力。可是你上课老师都在教什么？ 都在教你写程式，好，然后所以你写完程式，啊以后你遇到问题你还是不会解决啊，而且你遇到的问题也不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用程式来解决，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学到运算思维，好，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所以你看哦，他等等那个课纲到现场要实施的时候，其实世界趋势已经。 过了那么多年，已经换了，各位已经换了，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哈，不要太去信克刚，也不是说不要太信克刚啦，克刚是几年前的标准，好，所以你各位身为科技领域的老师，应该是跟科技是最熟悉的，所以各位在埋头苦干的同时，请你记住一件事。 常常要抬头起来看看世界趋势，好，然后课纲来不及修订的，你要自己改，啊，你一定要自己改哦，哈，不然呢，你就会 follow 到很古老的课纲，啊，就算你很厉害，你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符合课纲，那请问你，那个课纲已经是旧的标准了，你再去学旧的东西。 你的学生能够符合新时代的需求吗？很难，对不对？啊，所以我建议各位了哈，那个埋头苦干在在一课刚教学的时候，要常常抬头看一下新的方向，然后想一下你的课程要怎么去变动哈。好，所以根据那个刚刚那个课纲的一个一个了解，你就会发现这几个问题哈。 经过四次的 Delta t 啊，跟 Delta 的 distance 那个人人与人理解的距离啊，跟那个四倍的时间的差异，哎、欸，这好可怕呢！啊，所以即使你发了克刚，你就会又老又穷。啊，那所以呢，呃，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啊，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有方法的哈、哦。那但是各位不能靠辅导员，不能靠我们的课纲，各位要自己来哈。那、哦哎、解释课纲到底是谁的权利了、啊、哈？这课纲到底是教育部课纲还是还是辅导员的课纲，还是教授的课纲，还是你的课纲？啊、哦，这这有一个权利的问题哈。啊、哦，那我们先不管它哈。哦 好，各位看一下哦，嗯、呃，教育部现在不是强调科技领域有五 C 嘛，对不对？好，五 C，好，那个五 C 呢是课纲里面出来的。好，那各位看一下我们那个，这个是我们花莲之前好几年前定的那个创科教育的终极目标哈。那教育部的那个科技领域那个五 C 是在后面三项，好，这后面三项是五 C，然后可是课纲里面并没有提到。 这两个东西，可是我们多年前就定到了。好，哎、呃，我稍微念一下哈。培养师生因应未来的快速自学的动机与能力，好，我把它叫做自主跟学习的能力。然后第二个是跨时空、跨领域自由自在的工作能力，我把它叫做云端跟层次力。好，这两个东西并没有在课纲里面有。 很明显的去提出来，但是你看前几年的疫情啊，前几年疫情是不是这两个又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花莲定的会有这两个，然后课纲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各位，我们花莲在走课纲的时候啊，那个课程科走课程科的，但是我们智慧教育中心我们走自己的。 所以我们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会一直抬头看一下世界趋势，然后去做一些修订。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定出来，结果定出来的，呃，隔两年疫情就来了。你看是不是真的特别重要？哦，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为什么可以定出这样的的内容？哈，其实你去看，呃，那个上次。 呃，全世界的那个那个，全世界的教育部长那个叫什么名字？威威廉罗宾森是不是啊？已经死掉了哈，前几年死掉了。他说：“我们公立学校教出来的都是未来世界不需要的，所以你现在学的东西啊，现在教给学生的东西，学生未来是没有用的。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学的东西到未来呢，可能已经没有那个需求。” 那而且现在时代变动这么快，好，现在三百六十行，搞不好到他毕业的时候，已经现在有的大概只剩六十行，啊，那另外三百行都是全新的行业，啊，各位看看这几年多了哪些新的职业就知道哈。好,好，所以你一定要有办法去做，呃，提一定要教给学员的是这个快速自学的动机跟能力，啊，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跟各位讲。 心智图很重要，那这个心智图跟各位在语文课推的那个用手画的那个心智图是不一样的，是我的那个实战型的心智图啊，它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学习摘要重点，然后应用啊，还要加后设了哈，它、啊、有一些变动的内容，加一些后设，你就可以去应用，可以去创造啊，去产生新的新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云端，各位这两年就已经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了哈、哦。所以云端工作的能力、云端教学、沟通、合作、团队的这个能力就很重要。好，那这个是五 C 能力里面，我就不再多讲。好，那你要修正刚刚课刚的问题呢，有方法，不是没方法。好，这个地方是重点哦哈，各位如果。 你听不懂，好，或者是你有有等一下有新的想法，欢迎你在那个 jambo 里面跟我们交流哈。那事实上，这个也那个克刚那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去很难很难去解决了哈，没有办法寻那个正常管道去解决，因为它它克刚就是一个发展的历程，就是必须要这样子走哈，所以法令都会比真实的状况来的。 变动来的慢，好，尤其是教育哈。好，那所以你就会问啊，那我们干嘛不根据未来需求直接修正哦，所以那个课纲里面好像有保留百分之三十，是可以让你弹性调整，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地方做修正。好，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你怎么知道未来要什么？各位，你在教学生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教未来的东西？你必须要知道未来需要什么嘛，对不对？那你说骗校友、欸，我不是来自未来，我怎么知道未来要什么？但是它是有方法的，各位。好，哎，各位应该常看电影了、啊、哈，我很喜欢看科幻片。为什么喜欢看科幻片？因为科幻片它里面就是未来啊，所以你。 你看，现在其实你从现在，你现在很多很多的科技，其实就是以前的科幻电影里面所叙述的东西，到现在都成真。所以相对应的，现在的科幻电影里面的新东西，未来就会成真，这是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在创造、在创新、在发明，都是根据现在的想象。 才去做创新创意的发明，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比马龙效应，所以其实真的你就其实看科幻电影，你就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啊，所以你就可以去想象说，哎，未来如果是这样，那我什么能力是重要的？我那个东西就要先教啊，就一定要把学生教会。好，那所以我从另外一个想象就是地狱。 你从先进的地区拿过来，那对这个地区来讲，不就是未来吗？所以各位要赚钱，其实很简单，对不对？你今天假设我今天我会做番茄牛肉面，好，那我如果去到啊、呃，假设去到非洲，非洲有没有人卖番茄牛肉面？如果没有的话，你去那边开一间番茄牛肉面店。 可不可以赚大钱？可以，因为那里没有。好，好，那所以那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我从我这里有的我带过去，那边没有的技术，我从这边有的带过去，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创造未来。好，所以赚钱其实是不难的，如果你真的有心要赚的话。好，那相对应的。 你去看比较先进的地方，好，有老师常常会去国外考察，对不对？你看台湾没有的东西，你把它拿回来台湾做，这个地方你就是这里的先驱啊，所以这样也会通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在做那个呃做教学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双向细目表、还有心智图、曼陀罗这三个工具。 哦，想象力跟创造力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哦，哈，哎，我们是透过那三个工具可以做很简单的训练，啊，其实有部分是属于强迫的组合，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开课的时候再来说了哈，好，那所以，呃，其实你不用等到未来，你自己是可以开创的，哦，开创新的想法，啊，所以我们在那个。 啊，其、呃、我之前有有在那个六步骤里面，这边我们其实有一些系统性的方法哈、哦，可以让学生去啊、呃、很容易的去发展，啊、哦、很容易去发展那个创意啊、哦，那这个都有机会再讲了哈、哦，因为今天就时间没有那么多哈、哦，好。 那所以这是未来啊，所以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知道说未来会需要什么啊，比如说现在元宇宙很夯，对不对？啊,啊，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东西、你的教学内容、你的教学的核心、你的教学设计，怎么样可以元宇跟元宇宙做一点点结合？怎么样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对不对？啊，你应该。 现在就是比较厉害的老师哈，就是那种先驱型的老师，他就是要有这个能力，他的脑袋要有那个后色看到几个影都要生一个镜，所以你看到任何一件事，你就要想象这个东西跟我现在的教学，我可以做出怎样的改变，好，所以这是各位必须要有的能力哈，所以你不用等到未来了，你其实自己就可以开创未来啊，你就会变先驱者啊。 但是很少老师去想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啊，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需要练习的啊，啊，他需要一个后设的能力。那我们呃这边这边会讲哈、啊。好，然后所以在除了这个未来需求之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啊，就算你不会想象未来，那是不是这一种要优先来学习，就是通用的法则。 万古不变的通则，啊，所以你你上课你上了那么久的机电整合，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啊。那这些不变的原则原理，你是不是要先把它教会学生？这一旦教会了，学生就至少有六十分了，对不对？啊、哦，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哦，这可能很多人呃不会注意。比如说我们教那个数位输入的时候。 我们都会直接在讲那呃讲那个程式应用，我会直接告诉学生说，呃数位输入的程的部分，我程式可以怎么用，对不对？会有哪几种？那与其你教给他，你不如让他教他怎么观察啊！我举例子了哈，比如说数位输入的讯号，好假假设这是零伏，这是五伏特，那按钮没有按的时候，也许是零伏特，对不对？ 那按下去会变成五伏特，啊，然后按了一段时间放掉，掉下来变成零伏特，对不对？好，你就画这个波形给他，然后你跟他说，各位同学，我们那个数位输入啊，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你可以怎样，知道它是按下去或是没按下去或是没按，对不对？如果是按下去，你会侦测到它是零伏特，所以你那个数字会写零啊。 哦，所以知道这时候按钮是没有按的。那如果你按下去的时候，诶、欸，它会跳到五伏特啊，所以这里是可以被侦测出来的。所以，所以你就可以侦测到是五 V，就表示按钮按下去。那所以你看哦，诶、欸，数位数位型的输入是不是可以侦测呃高电位或低电位？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是有按还是没按。好，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这个方式。 你的程式就写，呃，比如说它等于零或等于一，啊，然后就要做什么事，对不对？好，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各位有没有发现其他的用法？哎、欸，有没有老师要讲一下？还可以侦测哪个地方？从这个波形直接来看，好，按钮除了可以侦测按跟没按之外，还可以做什么侦测？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熟识的老师。 有没有老师要开麦回应一下？我喝个水。好，啊，老师都很客气哈。好，那我来讲一下哈。好,好，那我们就可以引导说，哎，那你这一段可以测，这一段也可以测。那这边有很多空白的地方啊，这一段可不可以测？从零变成。 一，从零伏特到五伏特的这一段可不可以测得出来？可以哦。你的程式怎么写？等待它等于零，然后再下一行，等待它等于一。好，所以程式跑到等待等于零的时候，它会它会停在第一行，在这里它就停在第一行的下面，然后等你按下去。 变成一的时候，它第二行等待等于一对不对？它就又跳下去了。那所以是不是就侦测这一刹那从零到一的那一刹那？所以我们在写那个，比如说写钢琴好了，弹钢琴你是不是按下去的那一刹那是发出声音？好，所以如果你是写，如果你原来写，如果按钮等于一，那我就发出哆。那你用原来那种写法。 你如果一直按着，它就会哆哆哆哆，因为它就是一直侦测这一段嘛。所以你要改变一种写法。那如果你是用等待等于零，再等待等于一，然后发出哆，那它就会一直等待，等待你按下去的那一刹那跳到这里，然后这一刹那被你侦测到的瞬间发出哆，发完之后就不会再哆了，因为你的程式是是侦测这一段。好，那同样的道理。 那可不可以侦测这一段？侦测我放掉按钮的那一刹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就刚刚那两条颠倒就好。先等待等于一，再等待等于零，啊，就是这一段。啊，什么情况会用到这一段？比如说战场上面会踩到会爆炸的那种炸弹，对不对？你看电影看很多，踩下去的时候不会怎么样。 但是脚离开的时候会爆炸，好，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好，或者说你碰到敌人被炸弹打到之后，哎、欸，只能扣一次分数，那你可不可以用在这一段？可以呀、啊，好，我打你一拳，那等我拳头离开你的脸部之后才开始做动作，对不对？是不是侦测这一段？好，那有没有其他用法？有没有其他用法。 我可不可以侦测这一段的时间？可以啊，我就侦测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计时。那我可不可以侦测这一段的时间？那当然可以啊，我等于零的时候开始计时啊。那我还有还有其他用法吗？当然有啊，我如果有在下一个波形出来，我在下一次按钮，我可不可以侦测到间隔、侦测次数啊？从这里到下一个上升，我就加一。 对，不对？那你可以就可以游乐园入门算人数，篮球进球算算球数，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波形，你要训练学生怎么观察，怎么用这个观察去发展各种不同的侦测方式。那你就可以产生很多城市的创意。那以后只要是同一类的，它城市都可以这样用。好，所以。 你就变成说，你要去训练那个怎么去观察，然后怎么去产生自己的应用这些通则啊啊，最好不要你全部告诉他，因为你全部告诉他的这种学生，他以后不会变通，不会自己观察，一切都需要靠你。那将来他毕业之后没有你，他就不会了啊，他就没有办法去延伸哈、啊。好，所以你就要教他这些东西，然后比如说。 我们就会给他曼陀罗，我会规定他说：，哎，中间写主题。今天请你回去观察哪些是属于数位开关的侦测，然后他就把那个数位输入写在曼陀罗的中间。那旁边有八格，他回去就要到处看啊。哎，电灯的开关也是数位输入，哦，按、啊、那个哪里也是数位输入，只要呢一碰到就产生动作的，它就是数位开关，他就把它都写上去。 所以他就可以了解这个东西在真实生活上面的关联，啊，他就能够素养，啊，跟生活产生连结，然后再来呢，再给他第二章，那请你，啊，一样是数位输入，请你写你没有看过的，但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原理了，你没有看过的，但是你想象应该可以用在这上面。 请他一样曼陀罗写八个出来，那是不是就可以开发他的创造力啊、哦？因为人的大脑很奇怪哈、哦，那个只要有格子，他就一定得填满，这个很好要求啊、哦。然后一个人想不出来，两个人一组嘛，三个人一组啊，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哦，回去找爸爸妈妈一起想也 OK 啊哈、哦。好，所以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训练他的这些。 创造力或者应用跟变化啊，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去发展这些东西，其实你就可以让学生适应未来快速的变化。啊，所以呃，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各位如果有这个后设了哈，后设后设嗯、呃、的能力。 你就要把这些刚刚我讲的这些重点摆在你的脑袋里面，换掉几条硬压力都在升级 g a 你随时看到呃，比尔盖茨发布一个新的什么技术，你随时看到脸书产生一个新的什么东西，随时看到元宇宙有什么新的发展，你就要去想说我，我我未来可以怎么调整？这里面重要的是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万古不变的？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抓出来，在在你的课堂里面去做。 改变跟教学，我相信你的学生应该可以很容易面对未来的挑战，啊，不会落伍哈，啊，所以，所以，呃，你现在遇到现在已经都工业四点零了，对不对？那你的，你是不是要让他们去熟悉一下设计思考，知道怎么样去看到问题，怎么发现问题，然后怎么去根据问题去解决，才能量身打造啊？ 啊！如果全部都一直照你的罐头课程去上，你是没有办法应应这种个别化的需求哈、哦。所以，所以后面那个阶段还是要给他们。然后，像云端后疫情时代，你的云端跟呃工作的能力、远距互动的能力，这个要怎么在你的课程里面去安排啊、哦？比如说，呃、我们在。 哎，你云端你不能实体授课，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用听课 K 的来上这些简单的电路，上简单的 Arduino，写简单的 Arduino 程式，对不对？可以呀、啊，哈。那你也可以让他去那个军医平台，这些都有课啊。哦，我们的课也都放在上面，都可以去学习哈。军医平台的那个课程探索里面，这里就会有。 电脑科学、机电整合这边就会有 Arduino 或其他的课，哦、这边就有的学啦、哦，然后可以用捐 a m b 互动啊，所以你就可以去想到底我或者到我的频道去订阅嘛，哈、哦，的频道订阅里面有那个播放清单哈、哦，这个我顺便讲一下啦，哈、哦，各位呃，如果想深入的了解运算思维怎么用在生活上，我觉得这个会是国中小更重要的课题。 绝对不是写程式，绝对不是玩 Arduino 啊，绝对不是做三 D 做了一些，那个只是我们上课的材料而已。你把那个东西建立做完、手动完之，让他有兴趣学完这些技术之后，你应该后面怎么去引导他运算思维，怎么用在用在生活上，怎么去解生活上的难题，这才是更重要的。 啊，所以可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啊，那另外有一些啊、呃、技术型的课程，啊、欸，各位可以去自己去订阅一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那所以你看新的新的元宇宙时代，怎么会是未来的需求？你们有有想过这件事？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在我们的新的那个科技领域里面去满足你的学生？ 哦，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啊，所以比最简单的，比如说那个 VR 的设备跟你的教学怎么做结合？啊、哦 a i 怎么又跟这个做上结合、啊？那你的感测器怎么跟这些东西又能够做连接、做结合？啊，比如说他那个身上穿的衣服，以后可能就可以吸收各种。 呃，可以用，呃、欸，脸书的那个佐克伯，他已经在投资，呃，皮肤型的穿戴装置，就是就是那个衣服的布料了哈，它可以直接就是感测器，它可以收集你的身体的所有动作的讯号，你看，甚至可以加上那个感，呃，加上那个可以做动的一些元件，好，让你感受到电极呀、啊，等等等之类的，啊，所以你要怎么去？ 让这些可以融入到你的课程里面好，而未来，未来各位，呃，不会在地球上生活，对不对？地球未来可能会毁灭，那未来的太空时代，我们怎么去符合太空时代的需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搞不好二十年后这地球，呃，住不了人。 啊、哦，那我们在月球，你知道有很多科学家已经开始在研究怎么样在其他的星球上，啊、哦，做提炼一些物质哈。这、哦、这已经有相关的研究，甚至有商业公司都出来了。啊、哦，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你都能够产生有新的想法，其实你就是可以。 去快速的产生你的课程的需新的架构跟需求哦，这是我在解释课纲的时候，劝各位不要太太迷信课纲哈。你一定真的你在平常上课的时候，平常在练技术的时候，你就是要偶尔要抬头看一下世界，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哦，所以要有一点自己的想象哦，才能够产生自己新的能力了哈。好。 那我想，以上是好，以上，呃，以上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要的内容。好，那个，那个，我想像 Arduino 或者是、K、Uno 这些教学的技术，网络上实在太多影片，太多教学的网站。好，我就没有在上面做一些比较细部的探讨。 那我想各位，我们社团里面就很多高手老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新手老师，不要客气，你就在里面直接提出来啊。那个文玉老师啊，哈天宁老师、金柱老师哈、哦，这些都是啊，在里面都是高手啦，这不用我介绍哈，大家都认识。那各位就可以直接在里面提需求所以技术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的你的想法。 那另外我，我呃提供几个心智图，这些心智图我等一下都会打包放在社群里面给各位去下载使用。啊，各位可以自由使用，没有关系哈。哎、哦欸，用的时候不用提到我没关系哈。啊、哦，那我再把几个会给各位的，我稍微再说明一下。这个是那个牛津大学的研究哈、哦，就是未来十年将消失的工作。啊、哦，那你就看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 啊，这些程序性的一般劳力性质的都会被科技所取代，包括一般的程式员。也就是说，你现在还在训练一般写程式的小朋友的话，这些以后都直接 AI 会产生。啊，所以你要你更应该要训练他的是解怎么去解决问题，啊，然后甚至是那个 AI 怎么去设计，怎么去使用。 这个这个才是更更重要的哈，好，那暂时不会不会消失，好，其实医生其实也会消失了哈，因为 AI 也会渐渐取代哈。我们坦白讲哈，如果如果现在的 AI 的程度，如果看了上万片的那个那个 X 光片，其实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的医生会被取代哈，只是只是现在可能没有。 没有法源或什么可以让这些 AI 直接取代医生呢、啊？还是需要医生再去做最后的呃检查哈？好，那所以不会消失的，小学老师。但是重点是什么？如果各位老师只教技术，你会被消失哦。啊，所以重点是老师要教学生怎么学习。好，那。 所以，如果你可以教学生怎么学习这一件事，然后当然国小还有教一些品格啦、什么之类的哈，那你就不会被消失啊。然后还有神职人员，信仰永远会存在，对不对？啊，还有设计师跟创新创作者啊，这个比较难，所以设计思考是重要的啊。还有一些跟道德有关系的。 啊，哲学、道德、人性的判断，哈，这些是不会消失的。那所以，我们根据这些这个内容去做一些反省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几个事情是重要的。啊，所以各位看看怎么样可以放在你的教学里面。啊，所以我我现在最近常在讲的那些，呃，你在想事情的时候，不要用自我来思考，你要用超我，就是你要用神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好，各位老师，如果要带学生参加那个 Scratch 竞赛，要参加那个甚至其他的竞赛哈，你如果只用人的想法去去想事情、去解那个题目的话，你的作品呢，哎、欸，就必须在百分之八十的作品里面去竞争哈。可是如果你用超越人的想法的角度去思考，那你可能就比较容易获得评审的青睐啊，因为你想法跟人家不同。 而且超越人类，哈，好，那这个我们是就是有有机会再讲了，啊，所以学校的教育里面呢，技术型跟知识型呢，拜托那个那个 Google 就有了，所以你在教这些东西其实是不重要的，你只要教学生怎么 Google，怎么用这些教学网站就好了，好，所以你更重要的重点是这个东西，想象力跟创造力。 跟快速应用跟思考的方法，哦，所以这些东西会相对的更重要。好，那所以科技的科技的教育里面呢，啊，那个 P A I A 那个各位那个 A I，真的是很重要了哈、哦。所以各位有空还是要接触一下，尽管那个现在不是很人性啊，现在的内容其实还不是很适合国中小。 但是各位身为老师，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们也在修正中啊。那未来等到他的那个修正的教这个 AI 的程序的内容的关呃方法能够更简化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各位的进入点哈、啊。好，那所以所以那个设计思考跟设计思维它的核心跟素养的教学其实更重要啊好。好 <coughs>，那呃比起这个。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骂一下哈、哦，现在的 Google 翻译已经很强了，很多只要有手机，你走到哪里都都行得通了。这时候再来还在强调那个英语政策，我觉得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哈啊！但是国家不能批评嘛哈，我们又是公务员哈啊，就想一想就好了。好，那还有其他的啦哈，其他的各位可以自己想象哈，未来会不会大家都？ 都是长得像金城武哈，嗯，这个不知道哈。好，好，再来呃，后设认知这个部分，在新的呃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哎、蛮蛮有好讲的哈，很多东西好讲。那我觉得这个才会是让学生比较能够自主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呃内容。好，然后。 另外，这个是呃 Arduino 的教学秘籍，这个是我一般在学校或者在上推广课程，我会这样子分类去做做简单的教学哈。那它都是呃概念型的哈，是为呃每种概念我怎么教啊，我怎么教，这是属于基础型的学习哈。然后，所以你就可以准备很多小主题的课程。然后呃，在没有设备的时候，其实。 也有很多模拟的网站，好，就是模拟器的网站哈，各位可以去玩一玩。然后你要去了解，进阶的话，你就要去了解那个硬体的极限，哦，特殊的控制的注意事项。那再上去就是云端，啊，那你有很多呃软体硬体的很多的选择哈。然后上课的部分呢，其实呃，如果、呃、学生没有动机。 你或者老师没有动机，或者你是第一次，你想要去推广，我觉得先用简单有趣的专案把他们骗进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好,好，那如果你要上课精彩有趣，你的游戏化八角的那个动机运用就要放在里面。好，那这个这个是我上课的一些原理原则，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啊，非常重要。那有机会再跟各位说明。然后这个是游戏化八角啊、哦，为什么有些老师上课就是非常的精彩，然、哦、后学生的那个非常喜欢哦，非常喜欢，其实就是有这些元素在里面哈。啊、哦，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这设计思考，呃，在设计思考之前，我应该先讲运算思维啊。运算思维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你教完那些，不管你是教城市还是教创科，还是教生科还是教资科，你在教完那些技术课之后，你应该要带到这些东西，啊，或者把这些步骤融入进去。那以前我我上课的时候，会直接就是带主题，然后学生跟着做。现在我不这样做，现在我会先带，先给动机，我会先提供动机。 那提供一个很好玩或者很有趣或者很有意义的动机，让他们很有动力之后，接下来我会做这个系统，诶，系统拆解，好基础的课我会先做系统拆解，所以会让让他们去讨论说，诶，这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会有哪些解法？让他们先去发散思考，然后再收敛，收敛到一个我们科技课可以解决的一个方向，然后。 这个方向定出来之后，我们再做一次的发散思考，就是一样是这个解决方案。我用我现有的硬体设备，我可以设计怎样的方案出来？好，然后做完这样的拆解之后，我才去针对每一个小系统去做呃教学互动。好，所以你这样子就把那个教学系统拆解给放进去了，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你那每一个小系统里面，它的它的标准的顺序跟步骤要怎样去产生？可以跟学生讨论啊，哪些东西做完了，哪些步骤做完了才做哪些步骤？那这样子顺序出来，才有可能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去讨论它的演算法。然后这里面呢，这个案子里面呢，可能有哪些是共通的重点？ 啊，或者是可以模组化的呃城市的运作，好，或者用到哪些感测器，它可以做出定义，可以弄成副层次，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案子可以套用，就是它的模式是共通的，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通用型的模组。那将来我发展什么模组可以这样套用？好，那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主的话，你在生活里面哪些？ 呃，哪些东西是可以这样概念套用、啊？好，那如果我把这些元素都抓出来，变成一个模组，那我未来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可以去直接套用这个模组，啊，套用这个副程式。然后我在这个做这个呃系做这一个系统的时候，那我可以怎么样更有效的去表示我的资料？哦、啊，从那个数据怎么样变成图表，或甚至分析产生预测？ 或者怎么样在荧幕上显示会更容易理解啊？或者是说，在当我遇到这个呃视觉不好的人，我怎么转成听觉的讯号对他会有帮助啊？做一些资料的转化等等等啊。所以你用你用这些方式去对你的那个专案做分析，然后去做教学，做完之后，他是不是就学到这几个元素？ 几个方法，那这些方法学完之后，哎，我们下一堂课呢，我们就针对这些方法学到了方法，怎么样套在生活上，怎么用啊？比如说，好，那你你那个，我们这一次课啊，各位已经学到，哎，要把大系统拆成小系统做，就会比较简单，比较好做，也比较容易，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对不对？那所以呢？ 如果是生活的问题，好，如果我请你规划，呃，原油会，那你会怎么规划？你用这个步，呃，用这个方法怎么去解决？那他就会说啊，那我，你就要带他去练习哈、哦。好，那你觉得很可怕，对不对？案子很大，很可怕，你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是不是最起码你也知道？哎，那这东西一定会跟钱有关，所以我是不是要找一个人协助？哎，你就总务组好了。 当总务组长，所有钱的问题都交给你处理。那那原游会一定会有一些呃游戏关卡嘛，对不对？啊、哦，游戏的摊位，哎，那你就当那个活动组，你就帮我弄一些游戏关卡，这所有的游戏关卡摊位都交给你处理。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些系统拆解，找一个小组长去拆系统，然后每一个小系统各自分别负责啊？哦 那每一个小系统做得好，你这圆圆会就会整个做得很好。这个就是系统拆解的在生活化上面的应用。所以所以我们老师也是一样啊，一开学我就选班长、选股长，啊，选那个总股长、选体育股长、选卫生股长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减轻老师负担啊，对不对？以后我要收作业，哎，谁股长？ 啊，然后我要让学生这个作业自动收作业自动化。哎、欸，排长，让我定好那个定好那个每天学生来学校的 SOP、欸。哎，各位同学，你今天每天一来学校，就把昨天的作业自动打开翻到最后一页，放在后面的柜子上。啊，排长呢？排长，你的演算法就是每天一来学校，就督促每一个你那一排每一个同学把作业交到后面，然后你把没有交的就登记在黑板上。 就这样，所以你把每每一个鼓掌该做什么 SOP，每位同学该做什么 SOP 都套进去，哎，就跟他规定好，让他自动化，对不对？那你每一个鼓掌做好他自己该负责的事，然后呢，哦，那个你们在在处理资料要怎么呈现啊？你就不要给我一堆数据了，你就直接告诉我说哪一个是会赚钱的方案、啊，哦 a 方案。 怎么赚钱？风险是什么？B 方案怎么赚钱？赚多少钱？风险是什么？那选择给老老板做嘛？老板做最后的承受的结果的人嘛？所以选择他做啊？是但是你要把那个方案都整理好，好，那、啊、不要给只给数字，按给图表，图表可以看到趋势，可以看到变化，对不对？好，那那个你做那个 s 矩 a 游戏竞赛的时候，你做 Arduino 竞赛的时候。 你就不要生命值，就不要一个数字在那边跑，没感觉。你把它换成换成那个血条，你看到血条减少就会有感觉，对不对？这样还不够哦。健康的是蓝色的，剩下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变红色。哎，这样还不够。剩百分之三十的时候放震动马达，粘在你身上，粘在椅子上。哦，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会震动、啊，是不是更好玩？对不对？哦，甚至。 答错问题，直接电你，或拿那个铁锤敲你一下，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可以做到更好的资料表示哈，或者是大数据计算预测啊，这两天都会下雨，请你出门都要带伞。好，那然后你可以注定呃对付，比如说哎像我对像我这种 A B 型龟毛的人啊，你就要准备很多应付各种人的的模式，哦对，怎么样的人？ 我可能要怎么样做会比较不会找踩到它的红线啊？啊，或者是说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用哪一种方式处理会比较 OK？你就在生活上会建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依据你的需求去套用啊，解决 A 问题我就用 A 的方法。啊，数学课最多的呗，我教你这个公式啊，遇到这个公式我就套套用这一个公式。 遇到这个情况，他会用哪一个公式？好，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运算思维完美的融合在生活上面去使用。那这样学到你的运算思维的人，才是每一个孩子终身都受用，对不对？我讲的没错嘛，哈。那如果你没有讲后面这一段呢，你只有教前面那个城市啦、机电啦、技术，那只有百分之六的人会受益啊。 他将来只有你班上只有那两个人，哎，未来从事资讯业会赞赏你啊！我的老师教的好，这我都会了，太容易了。但是另外那二十八个人呢？啊，我都浪费那么多时间在学程式，结果我现在是 Seven Eleven 的店长，我根本不会用到那个程式啊，我也不会用程式去解决我的问题，对不对？ 啊，那我现在可能是卖菜的，我是做什么的？我是我是这个咖啡店冲咖啡的，那我就不会用到这些东西呀、啊。很少人会再拿来用这么高深的技术去解决我我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教到这些，教到这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利用这些方法？好，我就比如说我在做，我是我是一个老师。 那我我在做教学的时候，我就我知道人习惯看图表，那所以我在给学生资料的时候，我就通通图像化，是不是就更容易了解？当然，那图像化你觉得不够，再加多感官刺激，动手做。所以为什么我要推创客？因为再难的东西，你只要把它变成具体的操作，多感官的学习。 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会变简单哦。好，那加加加再加上你把它系统拆解，你就把那个要学会到 A 阶段那个层级的这中间有哪些的困难点，你通常把它拆出来了嘛？你已经都拆出来了、啊，那你就一次只教其中一个点，教其中一个点，这三个点都教完、啊，那你就很顺利的直接 A 就会了。好，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 方式去解决你生活上的任何问题，所以运算思维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同样的，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好，那以后我生活上遇到问题，我都用运算思维来解决，对不对？没错，很好用，真的很好用。但是，如果这个人从来不会自己发现问题，怎么？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讲这个设计思考。<coughs> 那设计思考有五个步骤，那后面三个步骤你会发现，这后面三个步骤就是解决问题的步骤。那所以你可以把这三个步骤直接套用到运算思维去后面做处理就好。那重点，运算思维的重点，呃，设计思考的重点是前面这两个步骤，你怎么从情境里面去发现问题？ 所以你要教学生怎么探索，怎么发现，好，然后这个是重要的技巧。然后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你怎么去确认你那个问题？然后怎么去发展你的解决的方案？好，啊，这个就是属于设计思考的前半段。哦，那心智图就会很重要，曼陀罗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是一个。 发散、收敛、发散、收敛、发散、收敛的一个精神在里面啊，所以遇到你看到这一件事，你会产看到它的很多问题发散，然后你想要去解决哪一个问题，你能解决哪一个问题收敛，然后在这个问题的呃底下，你去设计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啊，又发散，然后这么多解决方方案里面，你在科技课里面。 实际能做的是哪一个？又收敛。啊，然后你拿这个解决方案，好，我是上 Arduino，我在 Arduino 里面，我可以怎么处理它？它里面的各各种各个部位，啊，它的它的程式，它的呃感测的部分，它的元件做动的部分，它的呃界面啊各种部位，把它拆出来，又是发散。啊，然后每一个界每一个部分怎么做，又 focus 在那边。 就是收敛，有没有发散？收敛，发散，收敛，这个就是设计思考。所以啊，如果你今天只教运算思维，你会教小这个小朋友很会解决问题，有任何问题丢给他，他一定都可以帮你处理。好，所以这个未来是一个 CEO 型的人物，没问题，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再教他设计思考，他就会从生活里面找到问题。 所以他会是一个开创型的、开创新时代、创造需求的这种人物，比如说像贾克斯啊、贾贾贾伯斯，啊、哦，祖克伯、比尔盖茨这一类都是属于开创时代型的啊、哦，因为他可以看到人家的需求，甚至可以开创出新的需求啊、哦，所以这你不能只教运算思维，你也要教设计思考。 对，而且这个是不会被设计思考，它是不会被未来 AI 世代所淘汰的啊！所以你要都要讲啊，啊，那你也不能不讲。但是技术的部分你，你不要说这两，你不要说哎，那那我就教最高级的设计思考就好啊。的确，国家现在最最需求最少的是这一这一类的人物啊，这一类的人现在是最少的哦。其次是运算思维的人。 那技术型的国家现在其实人呃这样的人才很多哦，很多啊，所以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只挑一个来讲？哎、欸，不行啊，那个社会有各种阶层，对不对？需要各种能力的人，所以你都讲，但是学生需要什么，让他自己去选择，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 啊，你你不能，你不能全部大家都是开创型的人，那我就可能我只都只教这个，那大家就变成光说不练，对不对？好，就只会光说不练。啊，你如果都教这个，啊，我就只会解决问题，但是我不会想，不会去想新的问题，不会开开创需求。啊，我如果都教技术型的，那我就全部都只会写程式。 我只会当那个写程式的操作员、程式员，啊，所以如果你只教程式，这个学生最了不起，他是一个总工程师，好不好？是给你一个 R&D 部门的主管啊，就了不起了吧，哈、啊。可是如果你教了这个学生，有可能未来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哦，在各领域都可以用啊啊！但是如果如果你再教了设计思考， 哦，学生可能可以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开创出一个新的需求，所以每一种都要教啊、哦，每种都要教。那学生自己选择他的未来，你不要帮学生选择未来。也许他喜欢这个，也许他喜欢这个，也许他三种能力都要，都有需求。好、哦、像现在，呃，会城市的人多了，那就不值钱对不对？市场需求嘛，哈、哦。现在反而什么需需求多。 会水电维修的薪水都比写程式的高，为什么？因为交水电的人不多了，会水电的不多哈、哦，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市场机制是这样子啊、哦，好，所以所以这个就是各位其实都都要教了哈、哦，好，那所以这些呃心智图我都会给大家啊、哦，都会给大家，那麻烦各位顺便在呃。 各位，请各位哈，最后，呃，请各位再点进那个我在讯息列上面，好，讯息列上面我有再贴了一次那个捐报哈，那、啊、麻烦各位请进到捐报好不好？那个有老师要特别要讲话的吗？如果要直接讲话的，请各位直接开麦，我们直接交流哈。那没有要特别要讲话的老师，可不可以麻烦你进到我们的捐报？ 就是刚刚你现在听了我刚刚拉力拉扎的分享，那你你你觉得说，嗯、呃，现在科技教育，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啊？或者是说你想跟大家做什么样的沟通或者建议啊？都可以在这里贴，我、啊、要麻烦各位至少贴一张好不好？至少各贴一张。 哦，你之前觉得觉得呃，之前的科技教育你的想象，或者你实际上的教学是怎么处理的？然后你现在觉得，嗯，听了今天的文胜老师的分享，或者是他不熟，哎、呃，不成熟的想法，哦，或者是觉得他这个光说不练的嘴炮呵呵，听了他的，或者是听了他的理想之后，我觉得我。 科技教育可以怎样的做改变？好、哦，或者是我想要给文胜老师，或者是想要给广达这边有一些建议。哎，我觉得大家以后可以怎么做？或者我们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啊？或者是想要给广达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案？好，包养我们这些老师，或者我随便你想，好不好？哎，随便幻想也可以哈、哦，不切实际的也可以。 啊、哦，各位，你不要限制你的想法哈、哦，因为有时候那个不切实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能力或者现在的科技没有办法做到。那这这个时间点做不到，做不到，并不代表我们以后可能做不到。搞不好哪一天哪一个科技内容改善了，或者搞不好广达的处长的想法改变了，或者甚至诶，搞不好蔡总经理。 董事长他突然哎发现我们讲的这这个里面的点，他觉得很棒，他决定要全力的投资我们，啊、哦，说不定他就给了更多更多的扣打，啊、哦，所以有时候你的我们的一些天真的想法，并不是不一定不可行，啊、哦，有时候那个宇宙的磁场时间到了，资源就会进来，啊、哦，所以各位不要客气。 尽量给建议，尽量给想象的想法啊，或者各县市应该你觉得各县市的那个领头的人应该怎么做？即使我们现在不是，对不对？搞不好哪一天，哎，搞不好那个吕天林老师就变成新北的总招，新北的这个头头，他就可以带领新北大家一起走，对不对？搞不好哪一天金柱，哎，突然就。 有一个很赏识他的那个宜兰的长官，就把他提升他的地位、哦，啊，全全那个新全宜兰的那个科技教育，就让他有能够发挥他的想象的空间，对不对？这个都没有一定哦，说不定真的有那么一天哈、哦，啊，说不定哪一天，嗯，好，那个可能，呃，那个广达看上舒老师，嗯。 觉得我想要跟这个县市合作，那我请苏老师来做一些规划，对不对？都有可能，好，所以各位不要受限哈，各位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甚至给广达一些想法建议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大家交流一下。那想要开麦的，不要客气，直接开麦好吗？ 吕老师，给给点建议啦。哦，有时候我们可能受限自己现在的职位哈，或者是说上头不重视你啦，你可能现在做法会受限，对不对？啊，没关系，我跟你讲，公家不做，哎、欸，我们找企业做啊，对不对？然后别人不要，欸、花莲不要，那、啊、我们找依然做啊，啊，会不会南投要啊？啊，所以。 其实我想，各位都不需要受限哈。那也许今天，我们那个命运总是会高高低低嘛哈。今天人家不要你，那搞不好其他现市要你。你这个想法，也许你的现市做不出来，但是可能有的现市做得出来。哦，那啊，搞不好如果广达做不了，欸、搞不好联发科可以做。哦啊。 搞联发科做不了、欸，搞不好我们就哪天，哎、欸，苏文玉老师跨进来，那个台湾大哥大来做啊，所以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哦，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的。我觉得各位老师哈、哦，既然有兴趣在这个方面，可以提供想法哈、哦，那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哈、哦，我们就会找机会来试试看。 哦，那像我我其实我真的觉得啦，哈、哦，就是去年那个就是宜兰办全国的那个机电整合的竞赛这个部分，我觉得教育部资科师把全国赛硬体的部分拿掉，真的非常的可惜啊、哦，真的非常的可惜。那不过他拿掉的用意，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国教署这边他已经有那个资科跟生科的竞赛。 啊、哦，不过因为知科跟申科竞赛，他会比较啊。有老师删掉了吗？各位老师不不要删掉啊，请那个删掉老师回复一下好吗？啊？啊、哦，还还好还啊，请各位不要删掉哈、哦，不要删掉。那那个这这个捐报哈，各位的各位大家的想法哈、哦，你可以在右上角那个点点点那边。 可以下载成 PDF 自己收藏哈、哦，那所以各位不要把它删掉哈、哦。现在大家都有权限可以使用，啊，就是说刚刚那个硬体赛部分呢、啊，其实我们的重点哈、哦，因为国教署的发展重点，它是要根据它的那个课纲里面的需求条文去满足了哈，所以它的 KPI 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是纯粹就。 教育的想法，就世界趋势的想法，我们希望会有一些能够符合最新的潮流，然后符合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模式哈。所以我觉得像宜兰他们的机电整合竞赛是完全是创意型的，我而且是现场比的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啊。但是现在因为公家公家长官的一些看法。 看不到那个未来性，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对了哈，因为他们就是付出的钱，就是要有相对客观的 KPI 嘛那所以现在硬体赛的部分只剩宜兰的部分在进行，每一年还有，我觉得大家要给他们一点掌声鼓励那花莲也还有，但是花莲目前。 胆子还没有大到那个现场做啊，现场做。我们现在花莲的模式是采在学校做完之后，用类似感类似科展的方式，在呃竞赛里面把东西带过来做说明啊，其实也也是一种方式哈、啊。那未来如果说啊，未来如果说各位呃。 有各县市有更好的做法，都欢迎来做分享、哦、那现在，我想目前现阶段就只能依赖宜兰，哦，还有花莲的那个创客展的的模式。那或者是说，像联发科或者是那个广达这边，广达这边有相关的硬体类的竞赛哈。那所以可以，呃。 研发科那边也有了哈，所以目前还是各位老师还是有地方可以去发展哈，包括那个 Sony 那个，这个也都是属于硬体的竞赛啊，还有黑客松啊。我想从动手做这样的一个技能哈，到你的创意去发展的一些技能的部分，这个实做这个对于地方，它其实创。 就我讲的那个创客的精神、哦，哈，它并不一定是在科技领域里面，各领域其实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确实发现，你用多元智慧、哦，哈，加入动手实际做的这个建构式的概念，它有一些除了有学术的基础之外，那它更有实战的一个。 呃，一个简化学习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所以你各领域，如果你发现有很多很难学的东西，我建议你用，建议你用刚刚那个运算思维或者是创客的精神的部分，加入一些动手做啊，你把那个很难的概念动手啊，加入一些可以操作的部分，那学习就会从具体。 操作的学习就会比较容易去理解，那理解之后再把它变成抽象的概念去浓缩，啊、哦，这样对任何的学习都会变得非常简單。好，那我想各位给了很多，今天有参与的老师给了很多，呃，的想法了哈。好，那。 好，那也谢谢各位老师给的一些回馈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呃，所以真的，而且这大过年的哈，也不能讲一些太沉重的东西。刚刚讲的其实就蛮沉重了哈。好，那呃、欸，谢谢各位老师今天的参与。那各位老师想要下载这个这个，或者是之后想要有想到什么？ 都这个地方，因为呃，连接哈、啊，各位自己可以留着哈、啊，在你的那个 Jumbo 里面，应该就可还是这个这个呃，还是会在哈、啊，这个文件还会在。那欢迎你再随时提供一些建议。那呃，如果有各各位各县市有兴趣再开这一类的或者内内容相关的一些课哦，或者怎么在，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些所有的内容，怎么样在实体的课程里面去做操作？ 我想我们都会非常乐意去做这样的分享。好，那今天谢谢大家，那个大过年的哈、哦，还还这个愿意呃来听我拉力拉扎的分享。那我们是不是就剩下一点点？也不是剩下剩下一点点时间。各位方便的话，开个麦，呃，开个麦，然后开个镜头。 大家互相恭贺一下新年，好不好？<laughs> 然后我们就做个简单的 ending。老师，新年快乐！啊，谢谢大家。欸、新年快乐！谢谢老师。谢谢。我把那个画面停止分享哈、哦，然后这样就可以看到大家了。啊，感谢大家，新年快乐！啊，我希望科技领域呃大家能够哦、啊、快快乐乐。 然后上课能够，啊、呃，非常的万事如意啦、啊。哈。好、啊，然后任何需求都可以获得满足。好、啊，我们尽量努力哈。好，谢谢大家，那就这样子喽。好，拜拜，谢谢，感谢各位，拜拜，拜拜。